黑车开往神木了啊，开往神木这段的区间车，来到神木这段距离 1.5 公里，车程会需要7分钟啊，7分钟左右就到了。好，列车行进的时候，为了安全，请不要画出一张移动。好，也请不要开车门，左边手不要伸出车外啊，避免发生危险。重点注意安全，禁止开车门。